福建一男子服刑十一年，父母却一次也没来探望过。一个偶然的怪梦，意外的帮男子揭开了隐藏三十年的身世之谜。男子名叫郑江家，家住福建南安市。二零零五年，他为了帮朋友出头，和朋友一起大打出手，失手将人打成重伤。由于伤势过重，那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。被捕后，两人被法院判决死刑，缓期两年。当时郑江才刚刚二十三岁。听到判决后，他瞬间吓傻。 意识到自己犯了很大的错，悔不当初。在狱中，他痛改前非，积极改造，因表现出色，获得了多次减刑机会，由死刑改判为无期。在这之后，郑江更加努力，积极表现，又由原来的无期改为有期徒刑二十年。郑江不仅重新拥有了生的机会，甚至有了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希望。郑江自然是十分感恩，在狱中表现得更加积极，逐渐在里面度过了十一个年头。然而有天开始，狱警突然发现。 郑江变得与之前好像判若两人，看着心思沉重、沉默寡言，和狱友之间因为一点小事就爆发争执。感知敏锐的狱警察觉出了他的异常，这样持续下去，也许就会前功尽弃。于是赶紧找到他进行谈话。而郑江说出的原因让狱警有些不可置信，他变成这样，竟然全都是因着一个梦。梦里他身处在一个雪地里，有个女人紧紧地抱着他，他清楚地知道那个女人就是他的母亲。可怪就怪在女人的长相。 和自己现实中母亲的样子完全不一样，并且他家住在福建南安，从没见过下雪。可梦里的雪景却是那么的真实，简直就像是自己真的亲身经历一样。这个奇怪的梦弄得他心神不宁。在此之后，他又经常梦到跟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男人在自家门口玩，但那个家和他从小在福建长大的房子完全不一样。梦里的家门外还有一条蜿蜒的小河。根据最近做的这些梦，结合从小到大的家庭经历，不禁怀疑起了自己的身世。 感觉现在的父母或许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这些梦也并非是真的梦，而是他小时候的亲身经历。虽然因为做了两个梦就怀疑自己身世，对于别人来看也许是有些荒诞，但郑江回忆起从小的经历，让人似乎也能理解他会这么想了、啊。记忆里，郑江和父母几乎没什么感情，他们外出打工一年也不见一次面。郑江一直跟着爷爷生活，而爷爷在他七岁的时候去世，他又被丢到了姑姑家。自从去了姑姑家，更是不受待见。 因为心中一直对父母有埋怨，到十二岁他就辍学出去混社会，宁愿睡在桥洞里也不愿回家。青春期后，因为无人管教，他变得更加叛逆，在社会上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，为非作歹。九九年，年仅十六岁的他，因为抢劫被判了两年半的有期徒刑。零二年出狱后，他仍是不知教诲，又因抢劫被判处三年半的有期徒刑。在之后，就是这次以失手致人死亡被判处死缓。在狱中，他一直觉得自己愧对父母。 积极的参加改造，但入狱十一年，父母一次都没来看过他。大家还以为父母是因为看到他做了坏事，嫌他丢人，故意疏远。提起这件事，就连监狱长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子女犯了错，见过父母有骂有打的，可这种连不闻不问的父母，他们还是第一回见。监狱里举办的亲友见面会，别的犯人大多都会有亲朋探视，可唯独只有郑江一个人蜷缩在角落，看着非常的可怜。这也难怪郑江会怀疑自己是否是父母亲生的。 为了能让郑江安心地在里面改造，狱警打算帮助调查出他的身世之谜。当他们驱车来到郑江的老家时，却见到他们家大门紧紧地锁着，看起来似乎已经很久都没人住过了。没办法，他们只能先问问附近的邻居打听一下。邻居说，这家两夫妻一直在外面打工，突然有一天就抱了个儿子回来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生的，也没见办过满月酒。这下警察也起了一心，郑江的怀疑很有可能是真的，他做的梦也很有可能是他小时候的记忆。 那为什么这些记忆以前没有梦到，偏偏等到他三十多岁入狱之后才梦到呢？这谁知道呢？毕竟做梦是谁都没办法控制的。也许这就是上天命中注定的安排吧。如果这件事一直没有解决，也许就会转变成他心中的执念，一直压在他心里，肯定会影响他接下来的改造。为了郑江能够不受影响的继续潜心改造，在民警的指导帮助下，郑江写了一封求助信。 信件顺利的被交到监狱长的手里。接下来，监狱里进行了一场寻亲大行动。可不知道他以前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他到底从哪来。线索只是郑江的几个梦，该从何处开始查起呢？于是，警方先利用内部的平台对外发布了一篇文章，其中详细的描述了郑江在梦中的场景，还有几张郑江近期的照片。本以为这种大海捞针的行为反馈不是特别大，可任谁都没想到，当这条消息发布后当天。 就有一百多通电话打进来询问，经过仔细的筛查，并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。就在消息发布的第四天，一个名叫张明英的回复引起了警察的注意。张明英目前住在福建省晋江市，老家是贵州黔西的。看到平台上发布的照片和自己哥哥十分相像，他还有个弟弟。三十年前，父亲抱着去赶集，一时疏忽，不慎被人抱走。那时候小弟弟才刚年满四岁。之后，他们全家就踏上了寻找弟弟的旅途。多年之后，父母年纪逐渐变大。 身体已经不能支撑，他们再出门寻找，所以找弟弟的任务就落在了他们兄妹身上。无意间听说当地被偷走的孩子都会被卖到福建，于是两人就赶忙赶到福建，一边打工挣钱，一边寻找弟弟。这一找便是三十多年，他们也逐渐在福建成了家。生活中时常注意着警方发布的寻亲消息，本以为这么久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没想到正好看到了这条寻人启事，发现照片和自己哥哥长得很像，而且文章中描述的环境。 跟他老家几乎一模一样。警方得知消息，立马安排他们做了 DNA。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号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张明英和郑江确定是一脉血缘的亲姐弟。得知这个消息，郑江仿佛在做梦一样，仅仅因为自己几个奇怪的梦而怀疑自己的身世，就真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亲人。时隔三十多年，既然寻亲成功，那当然要让他们见一面。然而，面对监狱的安排，郑江却退缩了。他毕竟是犯过大错的人。 家人寻找了几十年的人却在这里面，他们真的不会在意吗？愿意接受自己有这样一个儿子吗？很快到了监狱为他安排的和家人见面的日子，郑江的内心非常害怕、忐忑不安，而他却不知道，亲人们提早了两个小时到达监狱，一直站在见面室里等待着能和郑江见一面。早上九点，郑江走了进来，之前一切的不安随着和母亲的拥抱瞬间消散，也许这就是真正的亲情。三十多年不见，即便已经忘记了对方的长相。 但血脉里连接的那股亲情，是时间怎么都无法斩断的。两个姐姐和母亲，他们四人久久抱在一起，哭成了一团。也许语言在这个时候都已经不足以来表达出他们内心的实感。经过后来的交谈，郑江得知，唯一的遗憾就是镇江的亲生父亲，自从父亲把他弄丢后，一直都没有原谅过自己。没等到这团聚时刻，就在三个月前不幸去世了。这件事也成为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心结。现今只能带着老爷子的遗照，让郑江拜一下。 镇江的姐姐和母亲还特地为郑江带了一个惊喜。他们算了算时间，郑江也快到了出生的日期。趁着这个，几乎特地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，提前为郑江庆祝一下。没人知道这是他在被拐后的三十年唯一一次有人给他过生日。郑江非常的感动，他许了一个能让妈妈长寿的愿望，希望自己出狱后可以照顾妈妈更长时间。郑江终于重新感受到了真正的亲情。原来有人从来没有放弃过他，并且一直盼望着他能回家。 也许没有被拐的经历，他也会健康快乐地长大，后续的这些事情也不会发生。愿天下无拐。本期故事到此就结束了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